那这个出来之后，等一下要干嘛？放那个，开起来。待会儿去拿。OK。然后自己，它上去之后，把那个药弄出来。哦，弄出来是吧？哦。把这个，这个里面的，要这个中间四个缸里面的气动液。哦。所以我等一下就要走出来了。这是随机的吗？就正常。然后嘞？我这个主要光头，我画了看到了。虽然有点难受，但是还是看着，不一定能动啊。那边是吧？好。往后站一点。啊，往后站一点。Thank you.